大家好啊，我是吉祥。今天到我们这个呼玛县城这个下站江边这块儿，这边有一个养殖这个黑龙江养殖串水鱼的啊，就是串水的那个鲤鱼，还有那个鲟黄鱼啥的。它就是进那种养殖的鱼，然后搁这个黑龙江，我们这黑龙江上游这边水质没有污染，都是冷水，这边的空气比较那个气温比较低嘛，我们这地方高寒地区，所以说一串水以后这个鱼就特别好吃了，它这个价格也就也能卖上价格了。咱们去看看去啊，都串了什么样的鱼。在这个大江里边，在冰上看了啊，看在这个黑龙江江面上，在冰上扣了个暖棚在里边，在冰底下下的网箱然后养殖的。咱们去看看啊，这是在黑龙江主流啊，这是黑龙江正江，对面就是俄罗斯了，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哎，看，扣了个窝棚哈，这是刨出来的冰，这是刨冰槽子刨出来的冰哈。走，进去看看去啊，进里边去看看。哎呀，看这养鱼池真漂亮啊，这养鱼池整的呀，在江面上，这黑龙江江面上抠了一个大冰槽子，然后把这个网箱下到水底。这鱼看不到啊，那是的鱼啊，那边是不是看得清？那边有鱼啊，这是全是鲤鱼吧？这是啊，有鲫鱼鲤鱼。多深这网箱？这网箱啊，不是多深是吧？这水两米。两米啊？对，这网箱还两米，水位四米。哦，现在网箱没到底呗，是啊？对，那网箱到底是四米多深。嗯，咱们这黑龙江水质非常好的啊，你看这多清澈。好清啊！这黑龙江水多清澈，清澈见底，一点都不没有污染，没有污染，能直接饮用，这江水都。能直接饮用，所以说它这个鱼一串水以后，它这个肉的品质和这个味道它都变了，它们不会有土腥味的。串几个月以后就开始销售了，就。这底下鲟黄鱼看不清啊，有点反人影。这个大鲟黄鱼，这俩真大，这个得好几十斤那家的呀。好几十斤，100来斤。100来斤的这个鲟黄鱼啊，看这个大家伙真大呀。看这个大鲟黄鱼。这个大，这俩真大呀，100多斤大鲟黄鱼，100多斤的鲟黄鱼啊。底下还有不少小鲟黄鱼呢。好了，朋友们啊，咱们看一圈这个它这个串水鱼怎么养殖的，咱们就撤退了。谢谢朋友们的观看啊，欢迎没关注的关注一下。下期见，朋友们，再见。拜拜。